真的太热了，所以我把刚刚的衣服脱掉。哎，蹦迪跑出来了。哇塞，流量密码哦，晒红了，晒红了。我昨天直接被抬回来。可是呕吐吗？哦，我真的坐轮椅耶，好智障哦。你被公主抱，宝宝。啊搭了两次飞机，一次车，一艘船，终于到了。哎，我真的承认我是今年的雨神了，因为我每次出国都下雨，真的在下雨哎。可是这里的风太舒服了，而且水很干净。哎，对啊，它你看它岸边的水就这么干净了，何况是我们如果再到远一点的地方。我刚刚就想说，奇怪，怎么都会有台湾的歌？全岛最怂的一间店，台湾人开的吗？你是台湾人？哎，公台艺，公台艺耶！哎呦，哎，很赞哎，把台湾味带来长滩岛这里，鸡排。哎，那我晚上来吃。我们鸡腿肉烟肠。好，谢谢老板。对面还有屈臣氏哎，太时尚了。林丹现在去加吃的了，现在在场全部都是乳房大军，你要小心你们的留言板被灌爆。林丹的晚餐，哎，我以为没有很好吃，但蛮好吃的。对啊，而且这点台币，你知道多少？600块吃到饱，差不多。9点集合哎，现在几点了？现在9:17。傅炫跟温蒂还有柔柔都还没下来，我算厉害的。我真的太热了，所以我把刚刚的衣服脱掉。哎，蹦迪跑出来了，泳装可以配蹦迪哦，会让你更炸奶。西瓜冰，我要吃你的西瓜。嗯，好好吃哦，每个人都爱拍完美照。长滩岛就是一个这么chill的行程，跟大家说，因为大家都跑去玩风帆船了，但我其实比较想要玩水，所以我就决定在这里玩水。哇，这里真的很舒服哎！哇，好想要潜水哦！跟你们说，夏天就是要玩水才会舒服，心情超好的。哇塞，流量密码哦，晒红了，晒红了。请问你按摩美胸按多久了？我按2年。啊，你一开始是什么罩杯？我一开始是 C 吧。啊，现在嘞？有时候 E， 有时候 F。哇塞，太猛了吧！我最准，因为我按过他。哦，是你按的。他按过很多次。哇，好强哦！敢不敢猜拳输的跳海？好啊，你敢吗？来啊，真的跳喽！好啊。剪刀石头布，耶、yeah! ！好，来。可以啦，好看啦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林丹是很勇敢的女人，希望她比基尼不会不见。陪我下来，一起跳，怕危险了。要么就一起，不然就你先跳，林丹后头。哎，真的好高哦，蛮恐怖的。不要看啦，不要正面看。你以前有跳过吗？有啊。好，那就不用怕了。但是又怕啊，不要了，我这好。超赞的！对啊，快点快点！太棒了，很赞啊！早安，现在时间8:30，超早起，7点就起床喽。给大家看一下早上的海洋。超级漂亮，但因为现在是暑假，所以很多人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现在到那个当地可以编辫子的地方。
要选颜色，你就要选什么颜色？粉红色好了，比较亮。浓浓哦，浓是什么意思？刘海，刘海留着。刘海。今天绑头发，所以昨天没洗头。没洗头啦，伊应该觉得臭。来了来了，哎，边碗好凉哦。现在他要放颜色上去了。其实我觉得蛮方便的，因为这边风蛮大，然后大家可以来就是编个辫子，这样子就不会一直被那个风吹走。大概台币300块，还有很多种选择，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来挑选。编得超认真的。而且很厉害，手法超利落的，耶，完成了！看一下后面，来转一圈。啊，不要这样啊！啊，好好看哦！我的嘞，我的嘞，超漂亮 ！Thank you， 你也很帅。今天要去玩拖衣伞，准备要去玩拖衣伞了。Queen， 等他再过来。我现在手绑着那个绳子，大家都这样，对，怕掉下去，怕掉下去，所以我一定要顾好。这个相机很贵，真的。等一下给大家看天空喽，各位，我已经飞上天了，我要飞上天！哇，给大家看后面的山，超漂亮的，舒服啊！而且其实天气很凉。对啊，啊，你坐，你可以放松一点坐吗？我现在只是害怕我的相机掉下去。哎，真的，因为他相机直接这样抓的。哎，下面真的，重点是真的是有在湿。真的，海风这样吹，哇，真的是推荐大家，如果有来长滩岛，一定要来玩拖曳伞，因为其实它蛮安全的啊。你看，你可以整个，我可以整个这样子做好哎。然后如果你掉下去的话，没关系，你有救生衣，而且下面又是海。其实我不怕高，我怕的是往下掉。我也是，就是我其实觉得这样很漂亮，但是我觉得就是那种心脏会有下，就跟那个大怒神一样。对对对，就虽然敢玩，但是不喜欢这个感觉。对对对，我们这种就是舒服的，对啊，好舒服哦，舒服的就可以接受。吹着海风，而且真的很高，给大家看。对啊，哦呦哦呦，开箱我们的房间。哇，好大哦！这么大给车？哦 ，Yes，Thank you。Oh my god， 也太大了吧！哎，真的有哇 ，Welcome！ 好好哦。今天好累。好累。哦。哎，很大哎，可以在这里跳舞喽。厕所。冲澡在哪？这里啊！啊！快点，快点！我们这边大家一直等我们呢。这个头好晕，超久的，我们大家让大家等超久。我昨天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坐轮椅，然后嘞？然后被抬上来，抬上楼。你记得这个画面吗？不是，谁灌我？不知道。我拖鞋都还没穿好。很醉是不是？请问你这套是什么风格？猜芭蕾舞风。芭蕾舞风。对，来。啊，你最需要什么？蹦迪拿出来。哦，好。对啊，你这是怎样子啊？没有蹦迪还敢出来哦？蹦迪交出来。来，拿去。笑死。好晕哦，好晕，好晕。你真的很多、哦。我喝了五杯长岛冰茶。那个超强的，我现在快死掉了。它那个基底是那个什么？我需要阳光锭。不是吗？他已经过去了。是超晕。他超晕，他超夸张、欸。我也超晕的。现在还在晕吗？我喝了五杯长岛冰茶。哎、欸，口罩戴着、欸。你长岛冰茶喝五杯？喝五杯？你有点到吗？我怎么一杯都没喝到长岛冰茶？大家都找我们喝哎、欸！我昨天直接被抬回来。你有坐轮椅吗？我在坐轮椅。他也坐轮椅，你也坐，超扯，真的假的？那、啊、你坐轮椅怎么没拍片？我已经没力气，我没力气的拍、欸我。我喝醉了之后还是有拍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没有，可是他坐很屌，而且我是有点没意识的拍。你真的是，你是专业的 YouTuber 哎、欸。而且莫名其妙有人突然帮我长镜头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哎、欸，你真的跟，而且我还录，我怎么走不上？你真的跟馆长一样猛、欸。对啊。继承我的意志哦、
中枪还是要开直播。我怎么走不上来？对，这就是那个 YouTube。你如果断片，你要靠这些才想得起来。我现在才发现，我走到这一段楼梯。真的假的？我以为我是被扶了。我可以看一下我昨天到底多闹吗？没录什么，这时候你还没醉啊？我这时候还是醒的。你这时候还清醒啊？你这时候还没？你这时候应该三四分而已。我们昨天一直在聊心事，也好好笑。对，你后面才开始进入状态。后面呛掉了、啊。这这是呕吐物吗？这是走出去的样子吗？爬着走出去吧，我也忘了，我也好醉了。我真的坐轮椅耶，好智障哦、喔！都喝醉了，好呛哦、喔！你比我进入重的啊！你被公主抱，宝宝。我女儿爬过你哦。他直接呛掉。你这个头还在那边乱倒，这个是很可爱的。哇，真的是谢谢美胸公司。让我体验到人生第一次坐轮椅，让我坐轮。你看，先看一下第一幕的那个眼神。第一幕是先怎样？这是在坐轮椅了吗？坐轮椅了吗？坐了。我绑完头发跟吃完冰，我现在醒来了，宿醉醒了。我们绑完了。哎，我们是那个、啊。女子团体 rapper 啊，台湾 rapper， 可以帮我们来一下吗？对，穿我的新衣，希望每天有不同的惊喜。穿我的新衣，功能新衣。昨天他喝完那一杯长岛冰茶之后啊，怎么样？结果他后来我去看找蛋的时候，发现他一直在点长岛冰茶，一直跟我说我的酒，我酒嘞，酒在哪里？酒嘞，因为我喝醉之后，我就会开始疯狂追酒，而且他是灌自己酒，他不是灌别人哦，他是一直找酒，然后一直疯狂喝，喝到自己完全直接下课，还被抬回去。对，我被抬回去，因为我知道大家都自己人，所以会有人送我回去。看一下摇一摇会不会。他们摇摇吐出来，直接当啊！你要刷缩脚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很好玩的，很好玩，很好玩，很好笑的。对了，你看他怎么拍的，超强的，他超会指导哦。你跟你特特他，他还会调滤镜哦。那你要假装不会摆，他才会指导你。不会摆，然后再摆。他吐，他吐了 pose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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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吸的。他在调色。你对哦，你太会摆，你就太会摆，他就不会知道。那 seven more， 那厉害。的，哇的 seven， 你不能自己摆，你又职业病了。对不起，我职业病。你要假装不会摆。他真的就是直接在直接开会了。哦。要停起来哦。要假装不会。很假装哎，眼睛开的微微的。对对对，大多的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哎，很厉害哎，完全原图哎。晚餐时间，现在有个特别好的服务，就是穿着可爱的鸭子装，帮客人洗脸。哇塞，你被射了！你这哎别，我们这是优质频道哦，好好玩哦！哎，好像小公主哦。耶 ！Thank you。哇，好棒哦！所以我准备当圣诞老人送礼物，内裤，我的内裤，好贴心哦，超实力，你超贴心哎，啊229在哪？我超业配，哎，太美了啦，完全不用修图，哇，太好大，哇塞，现在时间是8:30，最后的踩水时光，不想碰水，不想碰水哦，对。真是的，那你可以碰壁啊！吃早餐，哎，这甜甜圈也太酷了吧！就这样放着。早上我都吃不太下，所以都会吃玉米片加巧克力片。准备要回台湾了，很开心，海生美胸带我们来长滩岛玩。